で、やっぱり一度帰る文化を見せた。今天花蓮翻台之後，沖縄大学国中毅然松山台北板桥树林站，祝你旅途愉快。本列车下停靠站是罗龙站。高铁快递，高铁快递的下午，准备下午的点怎么会？有花莲站回家的有，全部准备。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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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明坐好这边，坐好。那你看，为了净化车厢内空气，配合你采取防热措施。本列车全车禁烟，禁烟。本列车全车全面禁烟，请不要在列车内厕所、列车通道旁边，以及使用他人不吸二手烟的距离，实现你的合作。各位朋友的情况，家属人在空气，内向专家准备以假婚，客人里家属人在很多，就他人在假婚都想两种，哪里个？各位朋友，本车在车上会贩售铁路排骨饭盒，会贩售有排骨饭盒以及素食饭盒。以及有各式饮料、零食、休闲食品、鳕鱼香肠、鱿鱼丝、牛肉干、猪肉干、腰果、综合果、铁路纪念商品、台东产品礼盒、新鲜美味送上方，素食者亦可使用。世界铁道迷你和火车什么的投入，不需电池即可解锁开通。以及有龙年纪念纪念双色币、经过百年纪念纪念双色币等，不需要请向服务人员参观选购，谢谢您的回复。那我们毛利还会降下来，到时候一直对这个机器不想要一直知道这是什么价格而已。那这个是什么机器？第三八成。我们呀，我跟你聊，里面怎么做？哎，就是这里好吃，好吃，这个好吃。台湾的好吃。对，他们好。那个是黄色的。
会场会让他们的粉丝来看我们做的酒单，像我们今年的金花二，然后我们办饭的时候，Yeah.